这背疼和后颈啊都疼。哪里后颈哪里痛？就这一个背都疼。对，这里。嗯。是吧？哦。你最主要是这里。头也疼。头也疼。这一点疼眼的。蒙蒙的这里疼。哦。都不清醒。背都是这个。肩膀这个疼的啊，肩膀这里疼、哦、是吧？上上谁都疼。哦，这里现在肩膀也很疼。哦，肩膀。好、哦，那他背也疼。这个我们先把你最重要，你我看看你出来是这里肩膀也疼，还有头嘛？你指这里，哦、现在头也很不舒服是吧？还有你说颈部也疼是吧、哦？好，那就先处理跟刚刚教法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头疼。还有颈椎疼，还有肩膀疼，这几个部位我们处理给大家看。啊，你这种病多久了？几十年了。几十年了，历史悠久、哦。嗯，是、啊。吃了止疼药好一点，不吃都在疼。吃了就不疼，不吃就疼。嗯。那这个又是在治疗什么引子了？所以吃了十几，所以医学不是要帮我们治病。只要聆听患者的叙述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医学真的病了。现在的医学真的生病了，反而要我们去医治。哎，那你们还找生病的人来帮你们医，哈哈，那不是很惨？所以吃了十几年也不会好，是吧？嗯。那这种病可不可以好？绝对可以全好。那只要有方法，就是把它揉开之后，然后温敷，它的病就可以立即怎么样完全改善。那夜敷筋叶松，它症状就会消失。好，我们来帮你处理吧。那会疼哦，好、哦，稍微等一下哦，好不好？这里疼吗？嗯。这里疼哦。这样可以忍受吗？嗯，好啊。好，最大的极限，这样可以吗？哦。好，那我们数十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。放松，尽可能的放松。好，那换另外一边，好吧？虽然疼，但是尽可能的放松。这样疼吗？哦，这里。这里，这样疼吗？疼。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。那您头再转这一边，我开始揉这里。这里疼吗？这里很疼啊、哦！好，我轻一点。这里是不是也疼？啊，这一点疼吗？这里脖子疼吗？啊，疼啊！这里疼吗？疼啊！好，好，这里疼吗？这里呢？
这里最疼是吗？啊，那这里呢？有一点好，好，好了哈，我帮你舒缓。好，因为他头疼，所以我按这两个，好，耳后。那因为他还有肩膀疼，所以我按这一条，还有颈椎。他连颈椎都疼，所以我顺便帮他按下来。他颈椎其实也有问题。好，那这样已经舒缓缓了。好，那您可以起来。好。所以一般像十几年的病，一般都偏寒了，所以一般做完如果再给他温敷，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好。吐鼠娘的黑头松了啊、哦！啊，这个脖子呢？春芽都给炸骨头的了，头整年都呢？嗯，春芽都给骨骼东西的了。我听不懂什么骨。就像戴个金箍咒一样。哦，戴了金箍咒哦，是啊是啊。哦，那个帽子拿起来是吧？金箍咒拿起来。是啊、哦。啊，脖子是不是也松了？肩膀。哦，也松掉了。也松下啊，所以我揉整骨下来，还有颈椎，所以这里也松了，所以两个我同时做。那吃药有没有这么舒服的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折腾完了两个小时以后，只吃小黄。两个小时就要吃啊？吃了那个金箍咒在吗？还是不见？那就是不疼了，只是不疼。后疼点啊，昏昏沉沉的过不来。昏昏沉沉啊？如果用像我这样揉，还会昏沉吗？这好了。嗯，这好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才是治本，而且它是真的让它不痛，而且怎么样不会昏沉，是清醒的。因为我当头棒喝，从这里下手，这速度更快。好，谢谢您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